以斯帖記第二章一节，这代志以后，阿合随鲁王的生气煞，就召集瓦实提，甲伊所行的，甲怎样降旨来办伊。对安尼，军队王的人臣对王讲，得为王找水的宰相路，王得派官伫国内的特性。聚集水的宰相路，到苏三城的路院，交予将军路主的太监徐阶，供给因同用的品料。王所驾驭的路主，通立做王后，代替我是替。王俩这个事做好，就安尼行。五十，苏三城有一个犹太人，名叫摩底盖，是便雅悯人，基数的曾孙。是妹的孙，艾尼的囝，以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亚哥尼亚甲百姓对耶路撒冷掠去，摩底盖也伫迄中间。七节，摩底盖抚养伊的侄的查某囝哈大沙，也名以斯帖，因为伊无爸母，这个查某囡仔面貌水，阁好看，伊的爸母已经死。摩底盖就接纳伊做家己的查某囝。八节，王的女子传出，就聚集真侪女子到苏三城，交予将军女子的膝盖。伊斯帖也送入王宫，交予膝盖。膝盖欢喜伊斯帖，就好款待伊，赶紧予伊使用的品料，甲伊所应该得到的份额，阁派所应该得的七个宫女。服侍伊，予伊佮伊个宫女搬入女院上好个厝。十节，伊斯帖毋捌将甚物职装作佮人讲，因为摩底盖吩咐伊毋通予人知。摩底盖逐日伫女院个头前行来行去，爱知伊斯帖平安阿无，佮伊将来境遇怎样。十二节，正女子照例先清洗身躯。十二月日，六月日用沐浴的油，六月日用香料，甲清洗身躯的米。清洗的日期已经满，然后照次数入去见阿合随鲁王。女主入去见王是安尼，对女院到王宫的事，见了伊所爱的，拢予伊。应时入去，隔早起，倒来女主的第二院。交予将军嫔妃的太监沙加，智慧王欢喜伊，阁提起伊的名来吊伊，就无阁入去见王。十五节，摩底盖的侄阿比海的查某囝，就是摩底盖接纳做家己的查某囝的伊斯帖，照次数都入去见王的时，都去将军女主的太监徐阶所派予伊的。另外伊无讨办米，今仔看到伊斯帖的，拢欢喜伊。十六节，阿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，就是提别月，伊斯帖得到选入王宫见王。王听伊斯帖赢过听政妇女，伊伫王的目睭前得到恩典疼爱，赢过政宰相女。王就将王后的冠冕戴伫伊的头壳。设立伊做王后，代替瓦实提王，因为伊斯帖的缘故，甲正修令、甲新伯摆设大宴会，阁免拄大圣的祖税，阁照王的富足，享受礼物。十九节，第二摆聚集在色路的时，摩底盖坐伫王的门，伊斯帖照摩底盖所吩咐的，犹毋捌将职装作甲人讲。因为伊斯帖遵行摩底盖命令，亲像抚养伊的时一样。二节，当迄时，摩底盖坐伫王的门，王的太监中有两个过门的，撇探甲提列想起阿合随鲁王，想要下手害伊。摩底盖知，就甲王后伊斯帖讲，伊斯帖奉摩底盖的命报告予王知，纠察这个事。果然事实，就将两人吊伫茶顶，将这个事伫王的面前记伫历史的册。